黄甘霖真出生任总教练，统一是提供体育中心综合报道。统一是迎接2018年球季，投打陆续于台南棒球场向球队完成报道。球团今也宣布原代理总教练黄甘霖真出正式升任总教练。由于这总黄甘霖七日才刚从迈尔德夫返台，是对领队苏泰恩除安排和他会面后正式决定将他征除，并于今天对外发布消息。统一师表示，去年总教练一职由黄甘霖代理，全队齐心拼战，带领球队进入季后赛，虽未能闯进总冠军战，但对于球队世代交替时期给予新生代选手机会与栽培，成效有目共睹，是对予以肯定。今年正式升任黄甘霖为总教练一职，昨日起十队球员也透过正式开训前进行基本体能训练，透过第一阶段调整，循序渐进以最佳身体状态迎接高训练量的春训。球队预计于14到15日连续两天进行春训开训及教育训练课程。本周六全队教练团及选手也将至台南市安南医院安排体检。黄甘霖真出升任总教练，统一师提供师队报道进行调整。统一师提供师队报道进行调整。统一师提供。